最好我打不赢啊。其实我刚才在找日志。欸，啊，你们都不给看是怎样？好讨厌啊！欸，所以像我现在要怎么办啊？如果都打不赢的话，抢好装备，还是？欸，明明就可以。所以是要打这个，哦，对对，这边就是我觉得它不错的地方。你看，它直接限完这边有了。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那之后我们抢上去，我们就哦，你看超好玩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为什么这个游戏真的是值得推荐。也是很佛心啊，单主有点先不要勾齁。